要 take 个 picture。求你了，你跟我讲两句，他在哪里，怎么给我的东西啊？我求你了，你我只要你跟我讲话就可以。我这边什么都消失都没有，你跟我讲说 AVA 丢了我的狗，最起码我知道怎么丢的吧？你就送辆 dog bag。我跟你一起吧，你告诉我这狗在什么时候丢的可不可以？怎么丢的？或者是它真的是活着还是死了？被你虐待死了，你最起码告诉我一声啊！我求你了，你跟我讲一讲行不行？它跟了我七年，我最宝贝的就是它了。生吧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